我怎么突然被他顶起来？吓死我！我飞起来、欸！被顶飞！纳米的大米！好啊！萝卜糕！哎、欸，是不是谁吃保险金谁会死啊？可以不吃了吗？ 不要死哦！我要死了！啊，快挂了！好的，都要这样搞就对了。是谁丢闪光？不是闪光蜜虫，我在打他尾巴，打到什么？闪光刺虫。啊，什么鬼？啊，我被扫下来了。 可以撞吗？跑啦！好了，我先拿滑空一撞。哎、欸，你去，我来了。我也要去拿滑空。地下粉尘。滑空。 萤火不是有那个吗？中田。对，好，我什么？别拖。滑起来！滑起来！滑起来！喂。 太远了，北西哦。好了吗？解散还没来啊。一个靠双手双脚过来的人。嗯，他不是说他要换滑空一桌？有啊，他来啊。哦，误会了。好了吗？ 好上，哎、欸，他是被你抓起来还是自己？<笑>好爽哦！是被我抓起来的啦。好，我想他怎么自己醒来？我飞起来啦！好恐怖、哦！ 哎呦，被撞他！喝起来！飞起来喝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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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了，再撞一次！飞起来！死啦！拜拜。 一头撞死，2300，撞得正好，这是赛亚人呢、欸，赛亚人科技，啊，捡痕迹了，水自我来了，水气了。
那么多好多颗，金元石也才13颗。早期攻击，封印的宝珠，铁臂铁技术人不错。来吧，全开出二，麻痹二，龙好攻击，哇，超新，你又超新，完蛋了，没有，是超新珠，哦，吓死了。完蛋了，这个再一次超新珠被攻。我拿到一颗跳跃回避珠，哎，还蛮强。哎，那是我想要的。好爽哦，那个好像有两颗哎。啊，七七。森森最后一场了。嗯。不会啊，他会再还你好多场。是。应该吧。他还我的都是三个奖励，只能死一次的岩飞啊。先接，还我三个奖励的阎王龙啊！哇，这么灵，这么灵活的吗？这么好的貂蝉拿不到第二次了，就像我的，刚刚我也拿不到第二次了。啊！拿到一个仓，自杀。吃饭。蛮爽。有爆错金吗？我去看一下。没有。呵。没有。好，我吃喽。好，那你吃。是我的大鱼。刚不小心打开那个生态调查，那边有，它不是有大型魔物跟小型魔物吗？嗯，我的小型魔物不小心被我点开，全部都是警探号，还有一个受不了，哈哈全部按掉，怎么按？哎、欸，太好了，是不是被丢包？啊、没有，啊靠，喝到热饮，不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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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喝完再走，好了，可以滚了，啊、等一下。我忘记换一下走强打了。哇，两场吃命哦！对，刚刚滑空，记得换回来呢。没关系啦，我只有在穿转身衣而已，另外一个冲。啊、嗯，没有撞，怎么要用波斯吧？导虫叫我跳下去耶、欸、我的天叫你叫他去踩足迹跳对啊他叫我去踩足迹踩啊哎、欸、靠刚吃到那个环境生物没有来抓蜜虫所以没有大金蜜虫没有啊我看过了、啊、没有啊我说上一场啊对啊我看过了啊没有啊来了没有吧我们两个显示会一样吗哇，还会有特殊的哦！不是，就是我大金，你也会大金，就是。也对啊。哦。嗯，可是上次我。我抓到大金，可是江江跟我抓到同一只，他没大金。诶、欸。对啊。怎么会这样？丢石头啦！我丢啦！环境生物好像不是共同。丢啊！再一次。这边很亮的，你不觉得吗？超亮，超亮。哎、欸，刷八股，你死草都没了啦！哇，超亮超亮！翅膀，
撞。保全因为刚怕他突然转头，所以我先转一下。倒。我被他抓了一下，气死！哎、欸，啊，哦，等一下，我的。我的皇冠不小心塞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大家来找茬，可以吗？可以，不行，不行，可以。我以为他们已经撞得到了，抱歉。你们看一下他的左边翅膀的须须处，大家来找茬。OK OK。刚好在那个须须上面，看起来怪。哦，我在上面。打不太，打不太到。他直接把我转身衣的颜料整个冲走，颜料冲走，啊！我的荧光剂全部被喷掉了。我怎么这样？哇一声，嗯，是他的叫声吗？不晓得，好像是哔哔哔。他往我这边撞的时候。黄撞了，可是这边是假墙，别，他开大了，哦没有，我下次没有，我让他吐，我就觉得他想开大，哎、啊，哎、欸、这边有急躁蜻蜓哎，哪里？我这个位置，我看到了，是假的，有哎、欸，等一下我抓不到他，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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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然后那个调查人还跟我讲说大小不够，我的天！他说目标是大家伙，我这个破最小尺寸记录。翅膀挡到，没看到那个雷电。恢复有电过的，没事。没防到，哎呀！嗯、你说防盗门吗？哦、你刚不是在装好？啊？我不知道呢。防盗啊！
哎、欸，滑。滑。哎、欸，滑。哎呀，你怎么引过来这边？你害我湿了。OK。我帮你擦干。哎，滑。各种滑、欸。你可不可以一起啊？那一次我真的受不了，一次这么多个。哎、欸，打到天亮了，天啊！可以啦。被晃了。他背后，信任加强这些。有啊，那个前面从来都墙是真的，就是他左边那边可以。是那个哟，就是有猫会站的那一面墙是真的。你是谁？走。卡什么？卡什么？卡什么？破坏。好吧，喂，来的啊，干！哦，我扑过嘞，哈，我来不及，打完了回归球了，白痴！水哟，大姐姐说想要回归是不是？我只是想磨刀，我回归球在磨，是麦断了。为什么回归球放在那么危险的位置？你拿回归球磨刀，可以哦。打一打武器回家。哇塞，打武器先回家。哦，我人还在这。是不是都死过他才会走啊？是哦。哎，那开场我直接死好了。啊！这场我可能就先不能打。OK， 五点啊。好，我要去煮饭了。是。我到了。嗯。我在下面。好，都到了。有，他在嘎啦嘎啦。闪到了，原来是那个闪光虫。够了，够了，够了，我没有命了，我就下去好了。呜！你可以玩你的跳跳锤啊，在那个平台上。不是啊，跳我跳跳一跳，你们会死啊。我想毫无顾虑的跳起来呀、啊！跳下去找你了。没有啊，我上来了。阿长弟，别打！啊呼！这个哎、欸，各自喝水，各自喝水，各自喝水。好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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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好七层。好高。为什么飞那么高啊？哎、欸，他下去了，下去不用爬，下去了，下去了，不用爬了。喂。
撞吗？走了人，哎、欸，来，然后我被队友打飞了。啊，骷髅头了。哎、欸，哇，太早来了，啊、太早到了啊！还敢滑空？还敢滑、啊？太早到了！我是不是完蛋了？啊、没事没事没事，没更困难。哎。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我这。没事，没事，没事，可以起来，可以起来。穿转身，我穿转身，没事。是哦，你很任性。啊！所以下会怎样？我在睡他了。对吧，先睡再睡。剩一发。睡了。睡了。闷。快有人飞走了，拜拜。放哪边啊？放背后吗？他飞西方这边，我不知道。他这样一路撞撞不到了。可以的，我们要有梦想。好，嗯，好，我信你的梦想。干，我要捡石头。啊，石都没有爆桶哦。没有。没有空来了。我没东西。有，我爆头了，定中！哎呦呦呦呦！爆头，这边，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啊！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哇，原来是孔明的爆头！是不是爆头放对了？是这样子吗？是砸他的头，有没有？屌啦！Maybe。准备关台啦！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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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来看看，有两颗啊，缩短准备。哦，流水珠哎，不是雷光，早期解放。欸，那我叫雷光珠集满。滑走体术，滑走解放，滑走达人。滑，真的是滑起来哎，叫你滑走。
好鼓励我。好。被我困境。好啦，感谢今天收看，今天下午直播看到这边，那晚点还有直播，记得晚点再来挂台。那希望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